去沙拉瓦了，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在米米，要加七个小时的车子。老板在那边，嗨，快呀，弟弟呀，修来修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搬过去了。来看一看我们的东西有多么的多，这一堆。需要任何代表 ，CK 做得到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现在他们在整理一下后面的那个帆布啊，真是很多东西，简直就是。这里还是沙发哦。很美，刚刚那个数学拿那个画面，你直接给我啊！让他知道了。不要。对，是对是。OK， 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粉凤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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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二粉凤凰。粉粉。刚刚到了沙拉瓦，我一跟阿铁已经是下车第三次了，去弄那个帆布。我们就是一个帆布是包住那个车，不要让雨进去的，然后它就一直飘走，一直拖。已经是第四次下车了，他们。现在有一点饿哦，想吃点东西。韩国后。这是第八次哦。我们现在到了咪咪啦，辛苦你了，唯一。喵喵。说吧，私立你还有几个？你那米具叫什么菜？布尔，布尔，三四年的布尔。我们来到第一个 studio， 可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场表演，是最后一场。我是来到MIRI最大间的 Starbucks， 应该是讲我去过最大间的 Starbucks。Let's go。这里的 menu 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就是很美，要带你们去看外面。Soya，S-O-Y-A。我现在的地方就是这个 Starbucks 的户外，这个 Starbucks 被森林包围的，后面有一棵很美的树。现在我这个叫的是 something yogurt berry， 还有珍珠在里面。我第一次看到 Starbucks 有珍珠， OK， let's try。它不是珍珠，它是包珠。这样最好。其实我今天来到这个 Starbucks， 我是觉得这 Starbucks 的环境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它靠在这边，可能有时候有蛇肉可以吃之类的。你的花，有一只苍蝇飞来，你的香气澎湃。